位置咧喺富善村对面嘅怡雅苑啊，怡雅苑对面咧就系富善商场啦。咁啱路过啫，我要穿过去另外嗰边马路咧去搵车搭啊，顺便咧偷偷地影下先。依度咧好似环境几靓啊！有个球场，全程咧有马车头嘅，有个儿童嘅游玩设施、健身设施，有个亭，前面系怡口角啊。坐低望望先，幾舒服。好啦，继续行啦。我预计咧，呢个应该系一个居屋嚟嘅。乒乓台位置，停车场位置嚟嘅，咁啊，兜个圈啦。呢度咧穿翻去头先嗰边嘅，咁或者行呢度啊。隔篱嘅系怡达阁啊，呢啲休憩位置几舒服喎。怡达阁，
呢度穿翻出去头先我开始嘅位置嘅垃圾车，好臭啊！望望栋楼先，都仲有路嘅。冇啦，冇路啦。咁冇办法啦，入翻去头先中间位置先，望望栋楼。前面有管理员抢嘢，好啦，穿过去啦。前面有个喷水池嘅，不过呢好似冇营运紧喎。原来呢係限时营运嘅。呢度冇路嘅，行呢边啦。一扎垃圾桶，怡礼阁。差唔多啦，兜咗圈啦。怡信閣。又返嚟停車場位置，嘩好驚呀。剛才過籃球場，刚才我在这边穿出来的，好像好了，行晒了，出回去了。这里要用智能卡出入的，
好啦，咁呢段片咧嚟到呢度先，我哋下段片再见啦，拜拜。